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伯。最近这个雨啊，是下不停，我的眼泪却也流不停。哭笑不得，畜生不要吵。相信大家都知道原因，相信大家都不知道原因。原因就是呢，我的影片点阅率实在是越来越凄惨，所以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的大力的支持。如果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也麻烦多多指教，这样我才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。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制作影片呢，实在是需要花非常多的心力，所以今天我就要来一个特别的企划，就由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垃圾 YouTuber 来告诉你们，我一天到底都在做些什么。做白包？做什么白包？小德的爸爸。谁是小德爸爸？也就是 YouTuber 的一天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。起床，吃饭，上班，吃饭，上班，下班，运动，洗澡，吃饭，电脑，睡觉。